你的生态缸是不是经常飘着一层油膜？油膜主要来源是鱼食或者粪便中的油脂成分，也有空气中掉落的灰尘。水面漂浮的油膜除了影响观赏，还会减少水面的氧气交换以及水草的光合作用，造成鱼儿缺氧。首先，一款好的鱼食很重要，一些劣质的鱼食本身就有很多油脂。其次，可以试试用这几种方法除油膜。第一，手动处理，用杯子撇出去，或者放一张纸巾吸附，这样就是太费时间了，不适合懒人。第二，加个流水摆件，流水拍打水面，会把油膜拍散。第三，养一些除油膜工具鱼，如官贝清江、孔雀鱼等。你还知道哪些鱼？可以评论区说一下。最后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，还是要选一款好的鱼食，减少喂食频率，吃不完的鱼食要及时捞出来，保证水质好才是最重要的。大家还有什么方法？评论区一起交流下。